这个游戏是 Steam 上面的一个类8号游戏，叫做 Anomalun， 我乱念的啦，我不会念。看一下，没有异变就一直 Go， 有异变就进这个镜子回去。哦，哦，他跑好快。哎呦，蟑螂！异变！异变啊！啊，蟑螂是正常的、哦，我不能接受。啾啾啾啾啾！这个角不算异变吗？我到底从哪边出来进来的、啊？一咯，哦，它只有短短的上下楼梯这样子而已哦。这边有奇怪墙补过、欸，哎，这算异变吗？我好像没仔细在看呢、欸，怎么办？继续往前。零，哦，墙补过，嗯，哦，这么多通风口是正常的吧？我需要大量空气。旁边刚好是垃圾场，帮你们清除废气。这个灯长这个样子是正常的吗？哦，通风口这样是正常的哦。天哪，这游戏到底是正常还不正常啊？还是我走错了、啊？有异变是回头，没异变是往前。我已经被搞混了。这插头都插到没有人插得到的地方，这是异变吧？刚不是没有嘛？这个脏脏的，这个回头，哦，开始喽，步入正轨。这个灯是两个吗？灯没有两个吧？一个还两个？没记，好吧，当作异常。哔哔哔，哇！啊！所以刚刚有异常，但不是灯。衣服颜色，哦，红色，刚刚不是红色。赛道，对啊，继续吧。四点了，快放学了。这插头这么多，这个算是异常吗？这么小的地方，我怎么记啊？是，当然会不会飞到我脸上啊？不过我问一个真的啦，哎、欸、等等，哎、欸、写手印哎、欸，异常，耶、yeah! ，这算异常吧？他直接叫我进去，等等哦、喔，对啊，回头异常。喂，哎，这是换关呢、欸，是吗？他的关卡不止一个哦。哦，对，稍微记一下，窗户嘛，画是石柱，灯两个，这灯超奇怪的，灯几个啊？一二三四五，不知道这有没有异常啊？先走再说啊！等等，这，哎、欸，
啊？东西怎么乱七八糟放啊？是贝克顿吗？它变大了、欸。的话不太一样了，可是这个还算是找异常吗？一个奇怪的东西一直跑出来，没有路回去，只能走。我根本已经过了找异常的部分了。哦，这边才开始，它好像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会过进去一个特殊关卡，然后特殊关卡就是恐怖体验这样。这边是新的找异常，还是记一下？石柱、雕像、车车、黄色，哇！新蒙娜丽莎，这边要看的东西也太多了吧？是不是异常啊？啊！我乱走了，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样啊。有异常是回来，所以眼睛是正常的。哎、欸，这不对啊！刚刚飞过去眼睛是异常啊，这个嘞？这游戏搞得我好乱哦！那这是什么异常吗？顺利前进要走哪一扇门？我快被搞疯了！回头是有异常，错了。所以这是正常。这是异常。有邪恶宝宝在这边呢、欸、快走快走。哎、欸、异常。正常。异常还正常。快变大肠了。大肠包小肠，有异常要走回楼上。异常回楼上，下面是正常，上面是异常。血滴下来了、欸，好好好，异常异常。寻找异常之大肠包小肠，这个话不知道有没有变呢、欸？完蛋，我没有在记、欸。游戏的场景好像是用 AI 生成的比较多。应该没事吧？应该没事吧？有事？哦，原来是没有画的、哦。啊？哦，原来这房子是没有画的、哦。我以为有哎、欸，它只有。
名作艺术，他没有那个普通的奇怪乱画这样。我们错一次就能够吸取教训啊，多错几次就过关了。好像没事哦。没事吧？大家没事吧？哦，监视器一堆。走走走。我希望蒙娜丽莎会变，怎么了啊？这个瓷砖看起来很先进化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把你家瓷砖染成这样啊？先进艺术，它都不变。哦，哎，这个变了，走走走走走，这个什么 U 什么 Tube 都不是，这是纯 AI 吧？这个游戏要玩到几点啊？奇怪，刚刚不是一下过了吗？六点是最后一关。有异常，回去。九。6:60，这算是异常还是正常？我每天都过28个小时。奇怪，我到底该不该走啊？有异常，变成不一样了。回头，回头。说不定这个世界就是要过到6:60啊！你们怎么知道？开始变成恐怖游戏了。哇塞，在干嘛？冲下地狱。有门欸。笑屁哦，他笑我。被他陷阱引导了。摔下楼梯之大肠包小肠，这就是我的标题啦。寻找异常之大肠包了小肠。什么地方啊？哇！这些格局都好先进哦。好像第三关哦。第三关之前应该有一个特殊区域，要给你看一看这样。有人的家这么大的吗？一个客厅就这么大这样子，可以打羽毛球了这样。这边下去。在这边超深欸。下一次高度，新队员打的是垃圾桶，你怎么
讲什么听不懂，稀稀疏疏的，我听不懂。抖，刚刚那个画面不是有个小孩子，好像什么恶灵要冲出来吗？这个找一场游戏的场景怎么这么丰富啊？啊？感觉好像还蛮不错的，不是应该都是烂烂的东西吗？哦，上跟下，如果有异常就是白色吧，上下选哪一个？你们觉得我应该去哪一个？呀、yeah. ，啊，打不开了。下是正常吧？下能不能给个指标啊？没有异常是白。哦，这边该不会看到四角兽之类的吧？我要回去了。真的，这要直直走，然后选黑门。我爬得好快啊！快走！哎，这怎么一直追的、啊？下面都满起来了。这是不会停的哦！啊，怎么办？我要在它追击的情况下，到处看有没有异常哦。这游戏会不会太刺激了点？是，哎、欸，哇哇哇！太脏了，太脏了。Inception， 懂不懂？哎、欸，我过了，我过了。哇，这叫紧张类八号哦。哇，刺激多了，所以说类八号神作大概是 25% 的几率啦，你玩四个有一个是比较好的，啊，其他三个都是粉。我回家了，真的假的？我是个笑欸，我在自己的脑海中逃脱了疯子的轮回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原本可能是孩子挂了啊，怎样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疯了啊，就精神分裂嘛。到最后，我逃出我脑海中的一个疯狂的思想，代表我恢复正常，我终于走出来了。这样，谢谢各位，我们帮助了他，没了。哦，游戏只有一个结局啦。我觉得这是我近期玩类八号最有规模、最有视觉效果的、欸，不是太清淡，就是太无聊，要不然就是做的特别黑又烂。我原本都不抱任何期望了，想说啊，又是类八号，好了，算了，玩玩看好了。如果太烂，我就退费。蛮好玩的。你们看到这个主角的故事之后，什么时候该你们啊？你们现在就是困在你们的躯壳里面，肥肥油油的躯壳。然后整天想着，我以后再过点时间，我就可以发达了、致富了，然后人生成功了，女友老婆都有了，房子啥小全部都有了，有没有？你们要不要逃出这个幻想的躯壳，像主角一样走出这个房间，面对一下现实世界，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成功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不可以啦？